OK，大家好啊，我是无才先生。那关注我的粉丝专业无才说的观众呢，一定知道啊，今天12月5号是我送行动电源的日子啊。那前一段时间去广州的时候呢，刚好路过小米之家，所以呢，有定制了个这样的，上面有写无才先生的移动电源啊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把这个礼物抽出来送一下。那截止到目前呢，现在的时间是，我看一下。11:36啊，基本上快12点了，我估计也不会有人再留言了。那目前留言的人呢，其实不是很多，说老实话，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人啊。那我们就8选1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概率其实还蛮大的。当然了，另外一个好消息呢是，概率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，因为我准备了4台移动电源。OK，其实还蛮多的，50%的概率。那选的方式呢，跟上一次一样啊，还是这样的随机数字软件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差点掉了。OK，从1到8里啊，我们点4下啊，看看是哪4个人能够得到这样的礼品啊。那我们从下一个数字开始算起啊，要选出3个数字，就按这个评论的顺序。OK，来试一下，一，5号，二，8号，三，这几6号，586，最后一个，8啊，又是八，错过，重选一个。5862，OK，所以就是2586个评论啊，我们看看是谁啊？稍等一下，我打开我的脸书。OK，2586啊，从上往下数。第二位呢是钱伟杰。第五位呢，二三四五。第五位是尤章成啊，2586。然后。第六位是这个王传贤，然后第八位就最后一位 Candy，OK，所以呢是这四个啊。我再说一下，2586，第二位是钱伟杰，然后尤章成，然后王传贤，然后 Candy 啊，2586这四个人。你们四个人呢，通过这个 Facebook 来联系我也好，或者我把我的邮箱 po 在这个视频下面 description 里面。邮箱发给我地址也好，我把这个，4个移动电源、行动电源啊，寄给大家。特别累，今天因为刚刚看了一个特别恐怖的电影，所以现在有一点精神衰弱啊。那还是再一次感谢大家啊，对这个节目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